这是我从广西买回来的饼，还带了几个粽子，给隔壁的奶奶送几个去尝一下看。老婆，啊？你还没出门呢，出不成的。快点，给，听话，听话，等一下我给个大拇指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红，给，快点，快点。我们家里面还有，快点，快点！我们家还有，快点，快点，听话，对，听话，给。你这，我不要，妈妈不要。哪有人这样子啊？啊！你干嘛？哎，不要跟妈，不要拿东西，反正不捡捡，你就打。我进去说，哪个家掉了？那，拿着，火鸡拿着，火鸡。火鸡多少？爷，妈，爸爸给你捡，拿着。你拿火鸡。那，等会爸爸给你捡的啊。嗯。走。天上要飞鱼那个。嗯。那你帮我把帮爸爸这个。好久那里的。嗯，这个飞到天上去的。嗯，它可以。这是火箭哦。我那是它的火箭。嗯。火箭可以飞好远的。放好不好？就开始放。嗯，快过来。我的。快折点，奶奶快点，奶奶。一会儿把这个给他，这个给你吃的。快回呀！这个给你吃的。谢谢啊，包我先包啊。你说我有。我有。你有是。奶奶，那我给你包的。你看。孩子。没关系，你说啊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不用谢。哎呀，就整杯子，可呼叫啦。好，给你，然后呢？我们放这个飞炮。啊？告诉我为什么飞不起来？哎呀，我又长大了嘞啊！这打火机不行。啊！就是这样子就没了，这样子就没了。那个蛋就这样子了。这样子就没了。恐龙蛋，你看这个，你看，这就是恐龙。怎么了？多少？